你说这车不要给我钱多过来走。怎么了？你要汇多少钱？啊、算了。你领钱要？啊喏。你领钱要？你领偌济？你讲我讲挑。他才有领的吗？哦，关心啦，今日听好啦，就听啦。好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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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外口讲啦，我甲你关心一下，你妈呢？不要查我，你正常的寿命。无啦，我甲你关心呢。你咱在做工作，我想起你个门关啦，比如讲嘿，十分钟出来拍点吼，爱讲讲骗去的啦。怎甲你骗去？我来载。就是唔使做咩出来，我上来时个时间就做这个。哦，迄袂使，迄真正在咧骗的。你钱免领，你钱藏的就好。迄银行嘛。哎呦，领不？我咧讲，袂使领。唔免，你唔通领出来。领袂啦。袂就好啦。我甲你讲，伊是叫你领出来，刷，伊是叫你领出来刷别位对无？迄甲你骗的。我甲你钱骗去啊！你。我甲你讲的拢是正确的，吼，钱伫内底就袂向领走。卖阁食肉啦！你唔通阁食肉，你就是要甲你，骗你甲钱还阁好伊啦。唔好哦，这无意思哦。人爱有你好个，你爱干咩？你是咧添菜呢？你帮你添菜呢？电话啊，接到吼，先卡来派出所问看嘛，好不？唔免啦，无代志。无代志啊！我先交工得咧，辛苦咩？无，即摆辛苦咧。买。啊，那买就好啊。买。迄日在你派呢，电话莫接吧。啊，买啦，做都无代。电话莫搁在接吧，好不？好，谢谢。我资料爱留一个。我资料，我都无咧。无。